最大的请合掌。恭称本师圣号三称即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老师，各位学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下午好。好。好，我们就直接进今天的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可能会多一点，所以可能会多一点那今天的内容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先做整理，第二部分我们要讲四辩相对于实相一方面有这一切的诸义现前，一方面又口口声声的说一切法空所以这两个怎么他是怎么回事好，我们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目的是要入诸法实相，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以《心经》为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例，说以般若波罗蜜入诸法实相，好，就是这样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整理，第二个部分四辩相对于实相，第三个部分讲怎么入诸法实相那大家都知道是以般若波罗蜜入诸法实相，我们总要举个例子嘛，就是以大家都很熟悉的、非常熟悉的，大概每天都在心里头或念或唱，但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它的意思，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怎么用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心经做例子来说，以般若波罗蜜入诸法实相。不过同学刚才已经抄了白板，应该很清楚，我们讲的完全都是唯识义。好，现在开始整理，同学请把从一开始那个我们从后面开始，就是11月13号开始。11月13号是我们色大乘论课的第一节。就是我们第一节课所以我们从开始往前面整理，所以同学们请翻开11月13号。我们从一开始上课就说了这个课色大乘论色大乘论很重要，它是以行有教理行有教理有行果嘛，教理然后行果，有教有行，那最后要正果，正果没什么好讲，那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重点以色大乘论来说，重点是在行这个上面，所以从入所知相开始就后面好多好多，十个殊胜语里头有几个前面一二后面三四，那一二三四那就有六个，十个殊胜语里头有六个殊胜语都在讲行的部分，所以很明显的色大乘论是要以行为主以行为主，那行在我们实际上入这个行最重要的就是修止观了，就是入所之相，从入所之相开始就是行了，那要入所之相必须先知道所之相嘛，那要知道所之相你就必须要知道这一切所知就是相的所依是什么，就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根本是什么，它的缘起是什么，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一直讲到现在都还在讲所知一啊、哦，都还在讲所知一，就是诸法因啦，缘起是怎么缘起的？缘起以后，一切法就入到三相，或者说三性里头，由三相，好、哦，三性入到三无性里头，这个就三无性就是诸法实相了。讲起来很快很容易，对吧？可是怎么入所知相？怎么入所知相？你怎么入所知相啊？这个完全是修止观，不是这里啊、听一听，听一听所知一所知相就可以入的啊，同学们。我们今天就先从11月13号啊。那个十个殊胜殊胜语，同学自己看，我们就不再讲了。我们11月13号这个地方啊、重点有两个，这第一个是建立思维的纪律，第二个就是要说诸法实相。建立思维的纪律，同学看到11月13白板的 PS， 从第一节课就跟你讲，讲这些教理啊。是为了建立思维的纪律，不是要你听一听，然后你觉得好听或者不好听，你觉得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不是在搞这个，是以要以泄出泄，建立你的思维纪律，也就是说，在没有建立现在这个思维纪律之前，你用自己的意识分别。你用自己的意识分别，我们都叫做无明和颠倒。无明和颠倒，嘿，那这个思维的纪律哦，我们一开始就引了《大智度论》里头的《德女经》啊，很重要。至少对我来说，《德女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一品经里头哈、哦，我们看到了重点是两个，都是佛言的部分。第二个。佛言一切诸法毕竟空，一切诸法毕竟空，这个就叫本来空寂啊，它本来就是法尔就是空的，你认不认为是空，那是拎刀为逮鸡，你不认为空它还是空的，那你认为它空你要证了才算，不是你说空就空啊，这个一切诸法毕竟空，这个是法尔，就是法性如是，这是法尔空的，但是我们凡夫愚迷颠倒啊，愚迷就是无明嘛，啊，颠倒就是我们只以为实有，然后就会有爱非爱，这样凡夫愚迷颠倒，啊，愚迷颠倒，我们的愚迷颠倒是因为无闻无智故，无闻无智故，那么希望不是就出来了吗？既然是因为无闻无智故，那我们有闻，我们有闻，我们听闻正法，然后无智，那我们修如理的思维，不是就会产生智慧了吗？所以这个就叫做一泄出泄，啊、哦，没有关系。虽然佛法本身，佛法本身也一样是幻，可是没有关系，用幻打掉幻，幻亦不留。这个就是所取空能取空，到最后以无所得故就出来了。好，这个是啊、哦，第一个思维的纪律就要慢慢建立起来了啊、哦。然后第二个，虽然佛前面说了一切诸法毕竟空，这一切诸法没有实性，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凡夫不是愚迷颠倒无闻无智吗？所以凡夫因为有无明因缘就诸行生，所以我们会用很长的时间在讲这个诸行生是怎么回事。诸行生就是有了蕴出界，有了十二缘起，有了四圣地世间的因果和出世间的因果，这个诸行生的因啦，就是阿赖耶识缘起，我们现在在念的啊，所知一，好，这是第一天啦。不过，第一天，虽然、这个意思都到了，但是并没有像
我们现在啊，学到现在好几个月了，多久了？半年了哈，这么清楚，对吧？这就是11月13号第一节课就开出来的两个重点啊，要建立思维的纪律，我们才能够如理的思维啊，如理的就是正比量了，嗯，如理的思维。那如理的思维，你有了念住以后，就是决定圣洁以后，那么对到境界就能够升起如理的作意，你就不是那个无闻无智的凡夫啊，处作意受想事，全部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就不是那个样子了。跟得上我吗？嗯。好，然后第二个要说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本来空寂，可是我们有念念相续啊，我们从来不曾空寂啊，我们都是在念念相续啊，就是诸行中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很，我们隔一阵子讲一次本来空寂啊，念念相续，隔一阵子又讲一次本来空寂，念念相续。所以请你看到啊、哦、请你看到我们往后看11月13，然后12月11还是一样的意思了，接着下来都是讲，都是一样的讲诸法时空，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诸行相续，都一直讲这些啊、一直。好，12月11号我们第一次做整理。同学，学唯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学会的方法，知道吗？好，要一面。往下学，就是越学越多，可是越学越多，那也其实表示你越来越掌握不住重点了，所以我们要一直进行整理，就是把重点整理出来，你自己能够把重点整理出来，那么你能够有一个纲要式的学习啊、哦，纲要式的学习，这个纲要才能够念住。你不要以为念住可以一句一句东一句西一句，嗯，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的脑子是很有条理、很有架构的，也就是纲要，要学这个好不好？嗯，你不学这个是没有办法修止观的。好。我们在12月11号的时候，第一次的整理啊，讲重点啊，到这个时候为止啊，啊，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第一个，要以闲了意说诸法实相。这个在《解深密经》里头就说是第三十教，以闲了意说诸法实相，这个就叫做圣意空。或者瑜伽论了、啊，就是瑜伽师地论所说的最圣空性圣洁啊，最圣空性圣洁，这个就是以闲了意所说的诸法实相啊，第三十教。那这个就要回答你那个问题，应该到现在为止你讲的深浅而已，但是可以回答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诸意现前，我们说非是实有诸意。这境界就在眼前嘛，每天你的见闻觉知就是诸意现前嘛，那为什么佛说这一切非是实有呢？为什么啊、虽然我跟你讲诸法圣意哦，也就是真如法性真的很简单，它不过就是一个字，你说空也好，你说如也好，它就这一个字而已。也可以跟你说，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法空，或者这一切法如，记在脑子里头，这是究竟的圣意就好了。可是问题是，你要解决的不是这一切法如或者一切法空嘛？你不是要解决这个吗？这个反正你无论如何都不了的啦，你只能够把它背起来，你把它念住，你信或者不信，如此而已，如此而已。你事实上要解决的是，为什么诸意现前，而佛说一切法空呢？你要解决的是诸意现前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事变嘛，对不对？好，
那第二个重点，你说空也好，你说有也好，这就是两边法了，你的两边分别了。你只要有一个空也好，有也好啊，你只要有这个圣意空，是没有空和有的空，叫圣意空。所以我们唯识比较不讲空有，我们比较讲无和有。好，我们比较说无有，那超越这个无和有，超越这个无和有啊，那个超越无跟有的那个就是圣意空。无和有是什么？是两边分别，是两边分别啊，超越这个两边分别，才是我们所说的一切法如或者一切法空。你讲无也好，你讲空也好，都是落两边分别，这些都是心分别啊，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诸法实相是离空有两边的，是离有或者是无两边的。问何以故？也就是说，诸法实相只是如实之有，如实之无，就是这样，有无即有故。因为有也有无嘛，两个都有嘛，所以你要两个如实知就好了嘛。是则气中道，嘿，好。第三个修行之路就是这个无分别智一以贯之。无分别智是什么啊？无分别智就是前面说的不做两边有无的分别，就是无分别智啊。有加行无分别智，有我们现证的就是根本无分别智了，还有起用，证了以后就起用了。你那个无分别智要有用才行，不是没有用的无分别智啊，起用的无分别智。所有修行之路或者说大乘法都是这个无分别智的一以贯之啊。那我们现在是在修加行的无分别智，那可能你还在听闻而已啊。知两位，就是你连加行的无分别智都没有上路呢，同学赶紧啊，赶紧用功一点，跟上来，跟上来。我真的很担心啊，看着你们的样子，不晓得你们是知两位还是加行位啊。同学，你不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吧，啊。好，然后我们要进到12月18，2月几号啊，看不见了，2月4号、3月18、4月29，这个哈，这几次全部都是隔一段时间讲一次，怕你忘了，隔一段时间提醒一次。本来空寂，念念相续。本来空寂就是一切法如啊，念念相续就是阿赖耶识的念念相续，就是唯行，唯行相续啊。我们从12月18号开始啊，复习一下。12月18号这一天有总标纲要，也就是阿赖耶识缘起的总标纲要啊。阿赖耶识本身啊，什么叫做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的定义就是种现相熏，种现相熏就会有业果相续，种现相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行熏种子，种子起现行啊，它包括两个阿赖耶识的自性，有两个，一个就是熏习，熏习熏习什么？熏习种子。所以第二个阿赖耶识的自性就是色常，色常种子，种子预言在起现行，这个就是种现相熏啊。那你它的道理，你要学种子六义缘起八义。它的事相就是种现相续业果相续，那个业果就是蕴处界。那通常我们都是重点放在五蕴法上，因为那个是果相，蕴五蕴，知道吗？我知道，我实在是好。所以这个种现相熏业果相续啊，横转如瀑流，横转如瀑流，这样种子跟现行这样啊，种子成就，现行成就，这样，就是底下要说的唯行唯法唯事唯因唯果。这个五唯就是我们原性缘起，
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怎么修缘性缘起啊？缘性缘起怎么修？就是修五维，维行，重点是维行，维行。可是行是刹那不住的呀，是不住法啊。那既然行是不住法，这个是实相哦，为什么会有这一切诸意现前？嗯，那个诸意现前就是你的不舍离智相续，我们叫行相续或者叫事相续啊、哦，也就是业的相续，自业所作，自业所作就相似相续。这就是缘起八义的。你说都一切法的实相都是刹那不住，这是第一正见啊、无常正见。一切法的实相是刹那不住，刹那不住就应该是空了，你就应该可以体会到空，刹那不住就空。那这一切法是怎么现前的？嗯，所以你就要学刹那灭果具有，那个果就是熏习意，刹那灭而有熏习，为后引因，会引出后面的形相续。刹那灭，但是有熏习，为后引因。好，这就是种子六义。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心决定，待众缘引至果。那最后出来的引致果的那个果，果相就是五蕴，就是这个五蕴的世间，世间，世间，这个世间就有了，这个世间里头又有了我和我以外的都叫做法，我们就以为有我有法，所以到最后哈、啊、都是要不见，现在在讲真实义，要不见我和法。那我合法怎么出来的？刚刚才讲过，要唯见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哦，不是没有我没有法，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你就神经病了。有什么？有因果，有二取。你唯见因果，唯见二取，因果唯见因果因缘变，唯见二取分别变，这个就是四变。依事所变，这个诸意现前都是依事所变啊，依事变出来我跟法。那这个依事所变是怎么变的？虚妄分别有，就是我们无明和颠倒嘛，所以遇到境界我们就会分别。分别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这个分别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触心所跟触对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分别。马上率尔多心，所以是虚妄分别嘛，一点都没有冤枉你。率尔多心，立刻我们无闻凡夫啊，立刻就到等流去了，就五心相续，也就是念念相续，立刻就会到这个念念相续了。你要修止观哦，你才能够不对境的时候嘛，关闭前五根不对境，你才有机会看到你怎么样寻求，怎么样寻求，寻求迷眼，迷眼种子起现行。你怎么样寻求？你怎么样决定？你的决定是习气现前的决定，自己第六意识的分别，还是有机会是做如理的作意？就是你有了一父一子性啊，三根种子。你跟得上我的，请举手。OK。完全跟不上的请举手，完全都跟不上，就是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到底在讲什么，完全跟不上的请举手。 OK， 所以差不多一半的同学是跟得上，一半的同学是既不是跟得上，也不是完全听不懂哦，这是正常的。完全觉得你跟得上的，你可能太感觉良好所以正常的应该是你不会完全感觉跟不上，就是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不会，你不会这样感觉，但是你也觉得跟不上啊，这是很正常的，好吗？
同学，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怎样要坚持，反正我们会一遍一遍的整理。可是你要跟啊，你不能说你跟不跟，你不能说也无所谓啦，反正老师说这很正常，所以我就无所谓啦，我就无所谓，我就靠你啊，反正你会整理，你会一遍一遍的讲，靠你，靠我，靠我，你死定了。一切都是二次成决定，我们上一节课才讲，你自己是清音缘，我只是增上缘，你自己不跟上，没有人可以拉你一把，佛来都没有用，何况李立是哪根葱啊。同学你知道吗？你一定要自己跟上来哦，这一切都是智一止，法一止，哦，无语一止了。先说智一止，因为这是清音缘，哦，才法一止，哦，永远都是智力跟法力两种力，哦，才能够成就，永远都是这样，千万要记着。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哦，快一点的跟上来。嗯，好，这一切哈，就是五为，为行为法，为事为因为果，这一切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行相续了。行相续上面有种种分位差别，分位差别我们上次才讲过，在行相续这是有为法，有为法上面有有为事相，就是分位差别啊，生老住无常，有为事相。生老住无常只是行相续上面的种子成就现行成就，我们把种子成就现行成就以为有德，哦，这愚痴无闻反复以为有德，这就是我们的无明，哦，以为有德就还会爱取，就好，这是行相续上面的分位差别。行相续就是有为法，有为法上面的分位差别，哦，就是有为事相，生老住无常。然后这个生老住无常都是假名案例，就是不相应行法，这些都是假名案例。这里头每个字都请你记一下，你学礼拜天法相中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都在讲假名案例。因为这些都是生老住无常都是假名案例，所以要叫你设假，把假把它设还归到实上面去了。那个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课要讲的，不过你要先知道为什么它叫做假。生老住无常都是假名案例，都是行相续上面的分位差别而已。它是什么的分位？行相续上面有两种行相续嘛，一个心法一个色法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什么的分位差别？它是色心的分位，它不是色法，它也不是心法，但是它一部分的色，一部分的心，所以它叫做假法，它是假法，不相应心法叫假法，它是假名安立的，它是这样假名安立的，它百分之百彻底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生老住无常都是。也就是我们在诸行上面哈，取向的分别，这个就是二取心啊，二取心。然后自己你要修止观，就是你要警觉，你的警觉性要升起来，你看到自己遇到境界，你的二取心升起来，见分取向分，嗯。这个不是在对境的时候，不是在对境的时候，在对境的时候已经是考试了，你是要在座上修这个，哦，看到自己为四二种种这个过程，然后对境的时候看，哦，你不是已经在家里头练功夫了吗？对境就是考试了，看到自己啊，对到境界跟处对尘的时候，那个念念相续都是自己的见分在取相分，见分相分都为是四性，哦，不是堕在相分里头，堕在相分里头就是我们，普通的时候凡夫都是一根触对尘就堕在相分里头，那个叫堕相。
这个都不是概念法耶，我真的不骗你耶，我真的不骗你。嗯，你会，你第一念也许堕相了，但是很快，非常快，你就会，哎呀呀，你会知道自己堕相。好，这个在讲啊、哦，这个在讲啊、哦，阿赖耶识的缘起，也就是阿赖耶识的自性、熏习和色常。熏习和色常，这个阿赖耶识的自性嘛，哈、哦。那阿赖耶识的自性啊，我们他自性，他的自性相很维系，非常维系。我们通常是从业用上面，我们从业用上面去看它的，所以，同学你记得吗？就上个礼拜吧，还是在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说阿赖耶识体性很维系，所以你就要注意到哈，在论文里头告诉我们，不可知直受处了，你不要。拼命的，强迫自己认为自己可以看到阿赖耶识的这个熏习色常，不可能的。可是下面那一句话，论文下面那一句话，阿赖耶识不可知直受处了，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处作意受想思不是五变形吗？所以要注意自己的五变形心，也就是一念的念念相续。那个就是阿赖耶识在缘起了，那个就是你的警觉心要升起来，嗯，不然的话，你就由着阿赖耶识起作用，啊、哦，受熏持种根生气，去后来先做主攻，就这样，事业果的三世辗转起用不停，就这样了，你看结。这是不是第一次结啊？结到本来空寂，但是有念念相续，阿赖耶识的缘起。哎，这样听得懂吗？你要从本来空寂下手，还是从念念相续下手？念念相续，但是本来空寂要放在心里头，要信。这个是佛说的。信己身有真如法，你就信就好了。信与实的能生忍乐欲，与实就是实相，实相是什么？本来空寂，这就是实相。你信就好了。你要证到本来空寂的实相，那就是圣人啦，你就是见到位的圣人啦。所以那不可能下手，但是你要怎样信？你信己身有真如法以后，你要做的事情啊，不是一天到晚信己身有真如法，你信了也没有用啊，你证不到它呀。你是要发心修行，懂吗？发心修行哦，发心修行怎么修行啊？就是我们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就告诉你的很清楚了，哦，我们平常的日子啊，无闻，我们这些无闻颠倒的凡夫啊。平常的日子我们怎么过的？我们就根触对尘嘛，我们一天到晚在根触对尘嘛，对吧？根触对尘，五根接触五尘，然后第六意识兴起来分别，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干这个吗？你连第七第八识都不知道，无闻凡夫是不知道的，小乘都不知道，对吧？你一天到晚就是由着自己根触对尘，根触对尘，五根接触五尘，啊，本来五根接触五尘呢，前五识是性净限量，它是性净限量，所以外境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它是性净嘛，你是你自己没有限量，所以你把它执为是实有的，你认为它有，事实上你认为它有，它还是没有，它是性净。问题是你没有限量，前五识不是限量，你为什么没有限量？你要抗议呀、啊！你自己论上面说前五识是限量，你现在又说我没有限量，我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嘛？你要问嘛，你要抗议嘛，对不对啊？你们永远就是哈，又不乖，然后又不抗议，啊，
啊，你到底怎样？假如你很乖，你就老老实实做一个信行人，你知道吗？你做不来，心里头一大堆疑问，哎，一大堆疑问，你又不问，那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既不是信行人，你又做不成法行人，你到底要怎样啦？你到底要怎样？嗯。本来空寂，好，要信。可是我们常常不愿意信，所以那个高速法床的维世三十颂就用了24颂，从第一颂一直讲到第24颂，都在跟你讲这一切的维世相是怎么一回事。这一切的境界都是事所变，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一事所变，此能变为三，为一俗思量及了别尽事。这一切啊、哦，这一切种种相转叫做我跟法，我跟法，我跟法的种种相啊，转转就是升起转变，升起转变，升起本无尽有，我们叫做生，只是显现而已。升起就随转，升起就随转，那个转变我们叫做老。对吧？变异相，我们叫老，对不对？它就是随转，就是刹那，这是有为事相。上礼拜才讲的，就那个就是有种种相转，那个转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哦。它假说我法，种种相转，这些我跟法的种种相转呐、啊，是依事所变，这就是为事中义，万法为事，万法为事，为事依事所变。你看到哦，这些万法依事所变，比较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有根呐、啊，立有根的立比较立根的人，跟啊比较跟那个没那么立的人哈、哦，或者是比较根是属于啊钝还是健哈、哦、就。就出来了，你知道根呢、啊？你可以说有三种，就是小根的、中根的和立根的。你也可以说根有两，基有两种，就是渐根钝呐、啊。像六祖慧能大师那种，就是钝。那除了他以外，我们当然都是渐了。你可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去问老师。我问过他，我问老师，我的基是，哎，钝还是渐？老师就说渐呢、啊。我说我的根哈，我的基他已经说我是渐了，对吧？哈，就是要次第学的意思。这样，那我的根呢？我的根是比较好一点的、利一点的，还是中的，还是小的呀？他就说普通的，普通的是什么？就是中的嘛。所以同学们，那你呢？你可不要说你是钝的吧？你可不要说你是利的吧？也许是啦、啊、哦，我是不知啦，至少我不是啦，至少我不是嘛，所以我渐渐学嘛，我就这样渐渐学嘛，要用功一点啦，跟上来就好了啦。假如你真的根呢、啊，真的是很利，然后你的基又是那种钝根钝呐、啊，像六祖慧能大师那个钝，哎，你们知道钝怎么写吗？钝教的钝呐、啊，圆钝的钝。啊、哦，不是金字边哦，不是那个钝哈、哦，不是那个钝啊、哦。假如你的根是那种圆钝呐、啊，你当然不要坐在这个教室里头啊。你坐在这个教室里干嘛？嗯，因为教室有冷气，教室有冷气。现在这个防疫期间，你还是自己在家开冷气比较安全。你懂我的意思吧？根本这个问题连问都不要问，不要像我一样还去问老师，你问都不要问，你根本就是理所当然就接受自己是要渐渐学的，你的根就是普通啦，好吗？好吗？哦，不要一天到晚觉得自己应该是六祖慧能大师，自古以来也只有他一个嘛，人家六祖慧能大师是什么根基你知道吗？他是知识空花既无轮转，上次有没有讲过这个？它是知识空化既无轮转的，那我们呢？我们也不会很差啦，我们就是那个啦，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啦，
也不错呢，真的很不错呢，就是把幻搞清楚就好了嘛，知道为什么这一切是幻嘛，这一切是幻嘛。我们学唯识的总说欲就是幻嘛，这一切都是幻事嘛。从第一天呐、啊，就是德女经里头，德女问的就是佛告诉他这一切是幻事，他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嗯，佛就问他说怎么会有这一切呢？佛就说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看过魔术师啊，变戏法的魔术师啊？有啊，那魔术师变了戏法，你是不是怎么看都觉得是实有的？对呀、啊，可是因为你已经知道它是魔术嘛，所以也就是说你本来就要放在心里头，知道这一件事情，一切法皆空，明白没有？就是刚才说的本来空寂嘛，就是你本来就知道这是魔术师所变的，可是你怎么看，睁大眼睛看个十遍二十遍，你都看不出他的戏法，他的手法啦，你看不出来他的手法，对不对？对不对？假如是一个好的魔术师，你怎么看都看不出，你生生世世来，一生一世来，你都看不出他的那个变戏的那个手法，你看不出来嘛，就是这个比喻了。佛就跟他讲，这就像魔术师在变戏法一样，你有听到那个魔术师所变的戏法吗？就是伎乐，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吗？空中有音乐，或者他变出一个什么小猫小狗的、啊、什么，你有看到吗？有啊，有啊，德女说有啊，有啊。佛说这个世间就是这样，这个世间就像魔术师所变的戏法，你都觉得是有，但是你要心里知道，就是那个刚才讲的，你要信的那个一切法空，本来空寂，你才会有。就像佛跟你讲了本来空寂，所以你信哦，一定要信，你才开始。哎呀，觉得好苦啊！我知道本来空寂，为什么？佛说的，只凭这三个字，佛说的。为什么一切法本来空寂？因为是佛说的，明白吗？不是你证的、啊、差远了，不可能。佛说的，只凭这三个字，为什么一切法本来空？佛说的，明白吧？在这个基础上，一切法本来空的基础上，你才可能升起怀疑嘛。可是我每天见闻修常觉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假如一切法本来空，那为什么你墙壁穿不过去？不是空吗？不是我也空，法也空吗？假如我也空，法也空，当然你一穿就过去了，因为你空，它也空啊。可是明明就穿不过去啊，对吧？所以你就是安下心来嘛，你就安下心来，心甘情愿的学这一切法事事变嘛，依事所变，听得懂吗？听得懂吗？这一切法是依事所变，学唯识哈，你要修止观，一定要这个习惯。这一切法是依事所变，你就立刻要问：那能变是什么？知道没有？能变所变就出来了。能变是事，所变是什么？就是这一切的我跟法。这一切变的是事，所变呢？所变就是事所变的嘛。事所变的什么东西啊？事所变的什么？事所变一定在你心里嘛。你心里事所变一定是你心里，可是你千万不要学唯识哈，对啊，学的那种极差的人啦、啊，以为事所变是在我心里啊，所以我只要心里想，它就变出来了。我现在心里想一个小狗，我面前就会出一个小狗，那就送你去神经病院啦。事所变是在你心里，对吧？你心里头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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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在你心里头这样这样的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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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念念相续会怎样？你想的会怎样？会行之于怎样？夜行嘛。你都不知道你心里头想的是错的，你不知道哦，你不知道哦，你那个心里头坚固的那样妄想分别执着，坚固的那个坚固的妄想分别执着，你行之于行为，这个就叫做自业所作，业果相续。所以它是有事、有业、有果
三世的辗转，这个叫做事变，不是你心里想它就出来了，你心里想它就出来了，这是可能的，可是你没这个功力啊，你没有这个功力，观音菩萨就有。观音菩萨真的，他心里想就会出来，那个叫做什么啊？其实我们在德哈德这个抽象概念里头，它有三种德。我们凡夫是种子成就、现行成就，对不对？还有一种叫自在成就，自在成就是指定果色，观音菩萨的定果色。好，你现在不要对这个很有兴趣，你现在对这个很有，你现在的就是应该学种子成就、现行成就嘛，可是你偏偏对自己的现行成就哈还搞不清楚，你就想要去问，哎呀，那个自在成就怎么成就的，你这个人就这个哈，12月18就是这个12月18。好，这个就在讲啊，本来空寂啊，一切法如那个本来空寂，然后念念相续，阿赖也是缘起，这样，然后再来是2月几啊？我那个怎么写的那么小啊？这给谁看了、啊？这2月12。好，2月12。是不是又我又在这个白板的最中间，是不是又有一个用红字写的“本来空寂，念念相续”，又出来了，又出来了，啊，这个是接着什么出来的呢？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讲阿赖耶识缘起了，所以这一天我们的结论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从本来空寂，为什么会有一切法？为什么会出来一切法呢？就是从念念相续来的。念念相续有流转道，也一样，念念相续有转依还灭道，知道吗？哦，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得。所以阿赖耶识缘起啊，你不要以为阿赖耶识缘起就一定是缘起这个流转的五趣，不是这样。阿赖耶识缘起，阿赖耶识恒转如瀑流，但是它无复无寂性，所以阿赖耶识它的体就是真如，它无复嘛，无复无寂性，它的体就是真如。他刚才不是讲前五世应该是性尽限量，对吧？你无法，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像圣人看，像圣人啊看这个境，看这个一切法哈、哦，这一切的境界哈、哦，如镜，镜子照物这样子，性尽限量，你没有办法，是因为你没有那个限量嘛，你的量就不到嘛，所以你没有办法。那你没有办法，结果会怎样？我跟你讲，招就招在哈。哦，五世假如好端端维持它性尽限量就好了，可是偏偏不是，因为五世会连带聚，它是聚生的哟，会连带升起五聚意识，就是意识了。然后有了五聚意识，就开始第六意识分别的，那才真的念念相续，独引进就出来了，独引进就出来了，所以。五聚意识的时候还好一点，可是你五聚意识就带第六意识分别就出来了。那第六意识分别，第六意识的分别哈，全部都比量，已经没有任何限量的可能了。第六意识的分别都是比量。偏偏我们这种无明的颠倒的凡夫，一比量就到非量去了，就到非量去了，就这样子。第六意识。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分别呢？为什么第六意识一分别就第六意识都是比量嘛？哈，它一比量就到非量去了，
哎，你有出息一点好不好？我在骂第六意识啊，你有出息一点好不好啊？你为什么不能正比量？你非要四比量？四比量就是非量，正比量就是四限量了。哎，你为什么都是一比量就跑到非量？一比它就是四比，它就跑到非量。为什么？第六意识说我冤枉啊，因为我的根是第七识啊，而第七识是有负无记性。第七识的有负，第七识有俱生的。第七识的有负好可怕，是俱生，它有俱生的我执、俱生的法执。什么叫俱生？随着业报而来，你得到这个根生是不是业报？对不对？随着你得到这个根生，业报生就有俱生我执、俱生法执。所以修行不是从第七识下手，修行还是从第六识有希望，因为第六识是比量，第七识已经百分之百非量，因为它有俱生我执、俱生法执，它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它是 100% 非量了。第六识还有可能，因为它比量啊，它可以正比量，它可以四比量啊，那第六识怎么正比量啊？叫学思维纪律嘛，如理的思维嘛，正比量，如理的思维。那你如理的思维，你要依着什么思维？圣言量，一定，你一定自己。我现在为什么这样的讲法？我练习你的 thinking way， 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的第六识一定要从第六识下手，不能从第七识，因为第七识已经是非量，它只有非量。你从第六识下手，因为第六识是比量，比量可能正比量，也可能四比量，那就是非量了啦。所以你要抓住的是第六识怎么样做正比量，对不对？正比量就是如理的思维，叫正比量。那如理的思维，我们不是从一切面最前面思维纪律，就说我们的目的，你为什么要建立思维纪律？为了正比量嘛，对吗？对不对？那时候就讲了，那你的正比量如理作意的思维，一定要依圣言量来思维，绝对不是自己思维。切莫信如意，如意不可信。到以后哈，只要是佛说的，我告诉你，可是真的要是佛说的，不要假的。只要是佛说的，其实你都没有什么好那个。我也不知道，你的信心要到这样决定圣洁，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假如是我的话，所以我说我是信行人嘛，我说我是信行人嘛，我先做信行人，才做法行人，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有，这是有人问过我啊，我们同学，我同学以前跟我一起学的同学啊，问过我，他问我，李丽，你信行人还是法行人？我说我当然信行人啊。我哪那么倒霉去做什么法行人？我当然做信行人啊。他说不像哎，你应该是法行人嘛。他说你看你的那个瑜伽师地论啊，哦，我们那时候在学瑜伽师地论啊，哦，我们那个时候四大本那个红皮子的新闻封版的瑜伽师地论，那瑜伽师地论那个很薄，那个纸很薄。现在我们那种十一本的。哦，弥勒讲堂版的纸比较厚一点，我们以前新闻分版的纸很薄啊，他看我简直就是都快要念破了，你知道吗？哦，然后他看这样子，看我的一些事念成那个样子，他就说不像啊，你应该是法行人啊，你看看你这样，你一些事念几遍啊？有三遍吗？我心里在想，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三遍算什么？三十遍算什么？一百遍算什么？两百遍、三百遍，你知道是这样念的吗？千遍、百遍念的吗？啊，人家问你是不是念三遍，你要怎么回答？很刺激他，你知道吧？你跟他说什么？怎么三遍、三十遍吧？那不是很刺激他吗？你觉不觉得很刺激？很刺激人，有没有？可是事实上根本三十遍都不止嘛。哎呀，我的天哪！所以你说什么叫法行人？这个叫法行人，对啊，我是有信行人。我要是没有先信，我肯这样干吗？所以学佛第一件事情是要先心甘情愿，你懂吗？这个心甘情愿必定是信。可是你一开始的信哈，
很难建立那种深信净信，所以你要开始怎么样学道理，你的道理越明白，你的信就越深越坚固。你试试看，你试试看，现在你不要说佛了哈，现在老师只要讲什么，他在教室里头不管怎么讲怎么骂我，你知道我的反应吗？他只要一讲，我就立刻我就改，我还没有想为什么要改？难道你就是对我就一定错啊？我都想都没有想，我就他怎么说我怎么就改过来，然后再来问他，哎，为什么要这样改啊？我才来问他为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说我是什么人？我是先做信行人，才做法行人，同学，这很危险啊！你要找到一个这样的老师啊，你才他说什么你就改什么，知道吗？这是有风险的啊、哦，所以你们自己也是要先有一点，自己要先那个吧，好、哦，想想看合不合理啦，知道吧？好、哦，都一定要先有某种程度的，你自己有某种程度的理性嘛。现在的人很难教啦，理性又不够，还不肯做信行人，做信行人真的很危险呐、啊，啊、哦，因为佛说的，连佛都说。格拉玛经啊，你不能因为是我说的你就盲目的信嘛，更何况还不是佛嘞，你理力哪颗葱啊，对不对啊？无所谓啦，我根本不在乎你们，反正我也不信我说的呀，我也是信老师说的呀。好，这个是2月12，然后2月12又来了，又到这边本来空寂，这是根本性。本来空寂是根本性，啊，这个叫做一切法如，这是根本性，啊，那假如一切法空，本来空寂，这是法尔如是的，为什么会有这些诸意现前？所以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时时刻刻放在心里，为什么会有这个诸意现前？诸意现前，佛说不是实有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能回答这个问题，到你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为止，明白吗？在这个问题你没有办法自己很清楚、很明白之前，这个问题是一直放在心里的疑情啊、哦。为什么一切法空？这是佛说的，但是又是明明白白，诸意现前，现实如此啊！诸意现前，这是现实如此啊，这样懂吗？所以你不能够说没有境界嘛。你说没有境界，你根本是乖违了现实啊，对不对？你违反了嘛，你违反了现实嘛，那你怎么跟一般的人去沟通呢？人家一定给你送到那个疗养院去，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好，那再下来2月12，再下来3月18哈、哦，然后下面就4月29。好，3月18，我们这中间都非常重要、哦，不是说中间你都不要复习，不是这样，因为现在已经在讲阿赖耶识缘起了，非常重要了啊、哦！你中间都非常重要啦，我只是要跟你说，都一直扣在，啊，3月多少？18。3月18，3月18，你看到 PS， 我们又出来了。为什么要隔一阵时间？隔一阵就出来一次，隔一阵就出来一次。3月18又出来，本来空寂，念念相续，看到没有？本来空寂旁边说这是性质耳，有没有？性质耳有没有？法性如此啦，性质耳，这个就叫做诸法实相，法性如此，或者叫真如实相啊、哦，或者叫做真如法性，性质耳本来就这样，所以一切法如它本来就这样，如就是本来就是如是，这样懂吗？它非观故空的，它本来就是这样，一切法本来就是如啊、哦，性质耳，性质耳的意思就是如。可是有念念相续，
这个念念相续啊，就是内相续心啊，就是阿赖耶识如是而生，如是而生这个世间五蕴的世间啊，内相续心啊，就开始有了八分别生三世。这以后会学色大乘论里头的升起一切有情世间和气世间，这个叫五蕴的世间。好，在下面四月二十九就是最近的了，不是很久以前了。四月二十九，我们看到也是中间，我们安立阿赖耶识嘛，哈，我们安立阿赖耶识的体相，然后归到除了按照色大乘论的长行跟颂学了以后以外，我们又小结到本来空寂，念念相续。隔一阵子就一次，隔一阵子就一次。这个本来空寂，念念相续啊，念念相续就是阿赖耶识的恒转如瀑流。但是阿赖耶识好消息是，虽然它恒转如瀑流，就是行相续啊，但是它一直都是无复无寂性，它的体性还是真如。所以在你自己这个流转里面，你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无量劫的轮回啊，虽然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好消息是，即使是这样无量劫的轮回，阿赖耶识没有覆盖你的觉性。觉者是什么？佛嘛，佛者觉也嘛。阿赖耶识没有覆盖你的觉性，这个觉性我们叫做本觉。本觉，这个就是那个哈，真如法性，阿赖耶识没有覆盖它，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自己，阿赖耶识没有覆盖它，你用什么东西覆盖它？你用你自己的执着，你的执着怎么来的？分别来的。你为什么会分别？妄想，有没有越来越清楚啊？嗯，好，我们复习到这边啊，我们复习到这边，所以。回来问这个问题，就是最近了吧？哈，问这个问题哈，四月十五号，问这个问题。四月十五号，我们在结束种子六义缘起八义这个甚深缘起以后，我问的。啊，给同学设一个问题啊，这不是我问啦。给同学问的第一个是佛为什么说缘起？这我们都会背嘛。佛为什么说缘起？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干嘛说缘起？佛为了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因缘啊？佛开示悟入，开示悟入什么？开示悟入缘起。好，那缘起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啊，缘起是什么？你缘起，哎呀，缘起太多了。我最后给你的缘起就是，你要不见什么而唯见什么，不见什么？不见我跟法，不见我跟法，我跟法是虚妄分别有，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与彼亦有此。虽然我法都没有，是空啊，但是为什么与彼在空里头有这个我跟法呢？这个我跟法呀，好，就是因果跟二取。你要不见我法，唯见什么？有因果跟二取，没有我跟法。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我跟法，我们也常常说我跟法，我跟法，其实只是在讲因果跟二取。因果，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它都是因果性。所以不管你问到什么，只要是有违法，它就是因果；只要是有违法，生老住无常，它就是因果。
你慢慢就会比较，当你圣洁的时候哈，不管怎样，哎呀，我们世间人说功成名就啊，哎呀，人生胜利组啊，所有的那些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那怎么解释那些东西呢？你说每次在教室里头听你讲这些跟真的一样，心里头有些有都有感受，可是一出去就不然，一出去就啊，这些东西就是跟真的一样，可是你的现实是什么？我跟法什么都有啊，有没有？你以后就会习惯那些我跟法，它就是因果跟二取，没有我跟法，它是什么？就是因果跟二取。它当然有啊，因为有因果怎么会没有？它就是因缘果所建立的嘛，我们叫做事情的事嘛，然后事情的事啊，然后事情的事，这个事情的事有啊，它是缘起法，一定有的，有没有？它依着缘起的道理而有，它一定有的，有等现行的时候，我们就叫做缘生了嘛。好，当有这个缘生法现前有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每一个人同一所缘非一形象，然后你就要升起警觉性 ，Why？ 为什么？为什么同样一个境界？为什么同样一个境界，同一所缘呢？同样一个境界，非一形象。为什么对着同样一个境界，啊，你就觉得天下人都对不起你？我呢？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啊，为什么我们两个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同样一个境界，你为你的事，我为我的事嘛，二取性嘛，二取。你为你的事，你自己见分取相分嘛，所以你堕的相就是你自己见分取相分。我呢，我也一样见分取相分，我没有那个开悟的啊、哦，我不是那个开悟的圣人，我也一样啊，二取啊，见分取相分，二取啊。可是我知道它是因果，它是二取性啊，我不会把它执以为实，差别在这里，差别只在这里而已。既然不是实有，只是我自己二取的分别，就是我的解读而已嘛。我为什么要解读成让我自己很痛苦，让我自己很过不下去，让我自己很忧郁，让我自己觉得天下人都对不起我，死了算了。我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你不能解读得高明一点，像佛教我们的？随便举个例子，我跟你说，你就看到，就把你打回原形了，你就会看到你的解读有多么差劲。你现在在这里也是一样哦，跟真的一样哈、哦。回去，你儿子或者是女儿，你儿子或者女儿，不管他们跟你讲什么了，突然，你儿子或者女儿跟你说：“老妈哦，或者老爸，我这个。”这怎样？我要出去，我要离家出去流浪。哼，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啊，就是跟我们讲要赚钱，赚钱，赚钱干嘛？赚钱买房子。那赚多少钱才能够买房子？假如我去掉这个执着，我不必买房子，我的人生是不是就自由了？所以我要出去流浪。你看我就是现在临时掰我都可以掰成这样，哎，你呢？你会让他出去流浪，还是给他洗，还是每天跟在后面看？哎呀，女孩子又是现在正是像一朵花一样啊，青春的女孩子，你不会害怕她被在外面被人家强暴吗？啊，她被人家欺负怎么办？等等等等一大堆，对吧？还是你会怎样？还是你会欢欣鼓舞，哇，终于他要去见识一下诸法实相。是不是这样？你看多少做父母的小孩子，不管是交男朋友还是交女朋友，你就是觉得那个人不行嘛，那个人不行嘛，所以你就说那个人不行，你要反对。
从来这种事情哦，父母反对都没有成功过的啦。类似像这样，你觉得呢？嗯，你觉得你学的佛法有用吗？有用吗？你觉得呢？然后就开始担心了，小孩都不听话，小孩，我都是为他好。我这句话跟那个圣旨一样又出来了。嗯，我都是为他好，就只凭这一句话，天下的人就都应该要听你的话。你只要讲，我都是为他好，以爱之名。嗯，好，我讲这个干嘛？啊？就是在教室里头跟真的一样了。一出去就打回原形了。好，不见我跟法，唯见，唯见，不见我跟法，这是我们就是学得，你要学到这样了哦，你要学到不见我跟法，我跟法，我们见到的这一切都是我跟法。我跟法是什么东西？我跟法就是你假名安立的那个事，依事所变的那个事情的事，你自己假名安立就是安立名了。所以四巡视观就是修这个嘛，名是自性差别，不见这个我跟法，我跟法都是假名安立的，在事情的事上面假名安立的。所以你要见到唯见什么因果，就是事情的事；二取就是名，假名安立名。好，那我们还是用了一个多钟头哈做整理，自己回去自己练习整理好吗？好不好？不是说只有我整理的地方你才看，我没有整理的地方就不重要，那你就错了，那你就错了啊！我没有整理的才重要，那才是真的在讲阿赖耶是怎么缘起啊。怎么讲内相续心，那个念念相续。好，现在第二个部分，四遍几乎都讲过了，十相也都讲了，提一下就好了。四遍啊，诸意现前，这个境界明明白白就有嘛。这个诸意现前为什么一直说不是实有的？为什么诸意现前而非实有？为什么？诸意怎么现前的？诸意现前就是这个无始思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你不能圈圈，这个黑这个白板写不下了我才圈圈。假如你自己的那个也写圈圈，那你干脆什么都圈圈了，从头圈到底就好了。由此有诸趣，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因果，即涅槃正德，出世间的因果。好，现在要讲诸意现前是怎么现前的，是能辨识。能辨识就是八个识啦，八个识，或者我们说的三能辨啊，能辨识所辨出来的我法相。我法已经是在因果上面的假名安立，我法刚才讲过的唯见什么因果和二取。这个能辨识所辨的我法相，能辨识所辨的我法相，能辨识是所辨的我法相，也还是是能辨所辨都是是，能辨的是和所辨的我法相，简单就是是所辨了，是所辨。这个句子哈，就是这种文法你稍微熟一点，要不然的话你常常会看到我们说分别所分别，有没有？我们说如是如是变啊，这一类的都是会省掉那个像分别所分别哈。三十颂里头的啦，他就是在讲能分别所
分别，那个能分别，分别能有能分别，就一定有所分别，分别出来的结果就叫做所分别嘛。那分别是什么？分别就是能分别嘛。那你那个能分别就是分别，分别出来的结果我们叫做所分别嘛。你能分别是事，所分别不可能是这个外面这个实有的我跟法。能分别是事，所分别就是你这个事的相，事相，事相，懂吗？能分别就是见分啦，所分别就是相分。能分别所分别都是什么事，这个叫为事二种种。你为你的事，我为我的事啊，所以有种种，有种种的相啊。所以这一切种种的相，我们种种的相，我们可以大类说，就是我跟我以外的都叫法嘛，我跟法嘛。这种种的相是怎么样啊？是见分取相分的，而见分相分都是事。这是修止观的次第啊，要从后面种种开始，种种都是这个种种相。你种种相就是你看的跟我看的不一样啦，或者你以前看的跟你现在学过佛法以后看那个视角不一样，对吧？你的分别就会改变了，有没有？你的见分取相分改变了，所以种种就表示啊、这样，它是一种境界，是一种事的境界。那见分呢，是一种事的量，量有三量，那境就有三境啊、这都要继续学下去，越来越清楚。好，就讲过了。那个无始十来界，那个阿赖也是缘起啊、那上一节课才刚刚讲过。就是阿赖也是缘起甚深细啦，所以我们是从五遍行，从五遍行下手。那五遍行就是一念心，这个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就成就了五蕴的世界。上礼拜才讲过，一方面是有诸意的现前，一方面你又晓得诸意的现前就是阿赖耶识缘起嘛，它有因有缘嘛，有那个果嘛。那这样子有因有缘有果，因缘果建立的繁显，那个我是空，法是空，这个二空繁显，前面不是讲不见那个我法吗？有没有我空法空，对不对？这个我空法空繁显真如法性，或者说诸法实相，那个就是真如法性，或者我们说诸法实相，有没有？好，这个在唯识三十颂里头的第二十五颂，此诸法圣意，意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识实性。此诸法圣意，那个诸法的圣意的圣意，这个圣意是圣意的圣意，也就是无为。我们讲的离言法性啊，圣意的圣意无为啊，也就是一切法皆如。好，这刚刚都讲过了啊，所以我们就不再讲了。现在讲以般若波罗蜜入诸法实相啊、我们以前三年半讲修止观的时候，一天到晚在讲的以般若波罗蜜入诸法实相。那既然都已经注解文思修止观，所以同学应该有一点点止观的功夫。后面讲的般若波罗蜜入诸法实相，以心经为例，全部都是止观，都是在止观境里头你的修止观的内容。修止观怎么修？一定从所取下手，从色蕴色法下手，破所取空，然后破能取空，然后能取所取，泯二取，这一定是加行为，这一定是加行为。记得加行为吗？啊，
修止观哈，上礼拜才讲过，一定要住戒，而且一定要修定，就是有定之良，一定要有戒有定，这两个是必要条件，你才能够修止观。有戒有定，不会有观。但是假如没有戒没有定，连戒定都没有，你不可能修观啦，听得懂吗？所以它是戒和定是修观的前行，就是它的修观的前行，它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好，现在我们就已经要讲修观了，就是假设你已经有戒有定啊，修观，修观怎么修观呢？啊，我们不是讲过总说的那个偈子修观的吗？菩萨于定位，所以为什么刚才先讲要有戒有定，有没有？因为这个是在定位里头修的。菩萨于定位观影为是心，修观最重要就是这一句，观影为是心，这一切的境界都是影像，你直接就跟自己说是影像。第六意识的一眼镜见分所取的相分影像，是我四生带起的那个相。好，四生时代比相起，跟着上吧。只是你们没有定啦，差就差在这边，所以你一定要，一定要修远离啊，要不然这个在教室里头都真的很像一回事，在教室里头你很专注嘛，所以只凭着你听闻，你依着声音哈，以声音为所系，就是你的缘所系的缘呐、啊，你系在我的这个声音上面。你就得到足够的专注欲界定，所以在教室里头你常常会觉得听得懂，回去以后就听不懂了。为什么？你回去以后没有这个足够的专注，所以你要想办法回去以后也要，你在家里头你也要能够有办法造出来这种气氛，这种非常专注的气氛，你在家里要有办法营造出来嘛，你在家里有办法营造出这种专注的气氛，就是你的心啊，在家里头也能够像现代教室里头一样这么专注的，举手。你在家里头也可以，你在家里可以营造出这么专注的气氛的，才两个人呐、啊，所以你没有办法修止观，一点都不奇怪。那你没有办法，你在家里没有办法修止观怎么办呢？嗯，练习抓住重点。先练习练习，抓住重点，做出纲要，一遍一遍的，一遍一遍的整理你的文字稿、文字档，一遍遍的整理，抓住重点，然后修念住。你没办法自己修止观，你修念住，修念住。你在家里没有办法营造这种专注哈，所以没有办法修止观嘛，像教室一样的专注。嗯，在教室里头你可以一直跟着我的声音，跟着我的声音哈，你很怕漏掉一句没听到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一直跟着我的声音很专注嘛，你大概不会想到哎呀等一下要吃什么，不会吧？我现在讲你才想到等一下要吃什么，我没讲之前你都没有想到，对不对？你可以不吃不喝，你知道吗？你看看教室里头没有人喝水耶，没有人去上厕所耶，你在教室里头可以，你在家里头可以吗？你在家里头大概半个钟头你就想一次，哎呀好想吃点什么了，对吧？然后一个钟头你就想，哎呦该起来去上厕所吧。你在教室为什么可以？你知道那个差别吗？就是专注跟不专注嘛，也就是在教室里头有一个几乎是欲界定的专注嘛，你在家里没有，你这样子分得出来了吧？为什么在家里不能？为什么？嗯，这个叫在家出家杂相住嘛，你在欲里头，欲我们本来就是欲界的凡夫嘛，欲嘛，你在欲里头嘛，欲自己
你都要问的，为什么我在教室可以，我在家里头不行？你要问嘛，你一来问我，立刻就会问你这些事情。假如你问我啦，立刻就会问你这些事情了。你在家里是不是多久上一次厕所？多久开一次冰箱？喝一点开水？你多久会想到，今天有什么事情啊？今天是不是该打电话给谁呀？是不是该去买什么东西呀？是不是谁今天哪个儿子要带孙女儿回来了？我要买菜去煮饭，要去买菜要煮饭干嘛？你在家里头是不是都在这些欲里头？欲，这个这些都叫欲，五欲，欲里头。自己哈。假如是这样了，你还丢不开这些事情的话，你就要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比如所有的家事你都在早上2个钟头之内做完。你该买菜买菜，该洗衣服洗衣服，你该打电话打电话，你该干嘛干嘛，全部做完。你知道长长的下午有多好吗？从12点吃了饭哈，你可以从1点钟到5点钟，至少4个钟头。让自己完全不受打扰，而不是把那个手机哦，很感谢你们哈、哦，我这个班上没有发生过，那个手机在旁边一下子叮咚，一下子叮咚，一下子叮咚。下次要是在班上有同学你在教室里头，你的手机叮咚，我立刻叫你出去。我现在告诉你了，听说那个是什么 Line 啊？就是自动的，你没有关掉啊。有的人居然说他不会关啊，来了他就会叮咚，他就会叮咚。而有的人哈、哦、已经生病了，半夜三更叮咚他都会爬起来看。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重要吗？你哦，临终的时候你福报很大。好多人你还没死就来给你念佛了啊，大家都很专心的念佛，突然叮咚你就爬起来看，本来躺在那里准备死的。好，自己想为什么在教室里可以而在家里不行，自己想，然后你就要把那个不行的因素自己觉得你都老老实实的啊，一条条写出来哦，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荒谬很可笑。我需要吗？在教室里头都可以不要啊。我需要每半个钟头去喝一次水吗？还是我只是因为欲想要动，想要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第三个以般若波罗蜜入诸法实相啊。用心经为例，我没有把心经全文呐、啊、对照，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太熟了，你自己去写。我的科判分成第一个总标中，第二个初体用，然后初体用是重点，所以我上面写 key point， 初体用，第三个显真实，然后第四个、第五个我没有写出来，第四个是转一，就是两个转一的果，有没有？比果断跟比果智两个转一的果，然后第五个是心经后面有的密法的咒，有没有？是什么大明咒？是什么那些？有没有？没有哈、哦。然后还有一个咒语，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个。好，那个都没有写。我们重点会放在初体用，总标中整个心经总标中很简单，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五蕴是什么嘛？五蕴是什么嘛？那五蕴为什么空嘛？才是问题嘛？啊、哦，五蕴这个世间就是五蕴呐、啊，所以它明明就是从五蕴有这个世间下手。那为什么这个世间诸意现前呢、啊？有这个世间，而是空呢？而说非是有，就是那个问题：诸意现前而非实有，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在问这个问题嘛？照见。五蕴皆空，他为什么用照见啊？因为他是观自在菩萨在修止观，观自在菩萨行的身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他根本就是照见。
不是我们思维五蕴皆空，它是照见五蕴皆空。好，我们现在不说它，我们说我们自己，好不好？啊，我们是思维，还在如理的思维，还在这个阶段加行位的阶段啊，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这个是法性如此，它是法尔，法尔，法尔，法尔如是，本来空即是法尔，法性如此，法尔如是。底下总出体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结果，假如你可以照见五蕴皆空，结果就是度一切苦厄，懂吗？那我们现在不必写，因为你根本是加行位，你不是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那个已经是什么啊？见到位以后的啊，在道已经在实地啊，那个地上的菩萨。那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讲加行位的啊，加行位我们修五蕴皆空，思维它，而不是照见啊。好，所以重点是放在这个初体用。初体用，第一个破所取，第二个破能取，第三个敏二取。第一个破所取，刚刚讲过加行位修止观的那个我们用来归纳起来的那个颂，就是刚刚还记得吗？菩萨于定位怎样观影为是心，这个破所取从这边下手，观影这些全部都是影像，第六意识的一眼镜，观影为是心。你可以这样的话，那就意象就灭除了，意象即灭除审观为自想，是即想心所安立的名言。想心所在什么上面安立的？在因果上安立的，在一他起上安立的。可是一他起刹那不住刹那不住所以你取向施舍名言嘛，一他起是刹那不住那我们怎么安立名言啊？我们于一他起取其相貌，然后呢吉祥，大声一点哦，于一他起取其相状，取其相貌，对，于见闻觉知而起言说，于无意中，你看吧，于无意中就是诸法空嘛，无意嘛，诸法空嘛，于无意中增意为有，遍计所知，遍计所知怎么来的啊？遍计所知怎么来的？我们根一对境，根一对境，我们就开始了嘛。由见执着，由寻其语。我们为什么会由见执着？没办法，俱生，俱生我执，俱生法执，由见执着。可是接下来由寻其语啊，名言种子起现行啊，由寻其语，由寻其语有四种语，就是见闻觉知。有见闻觉知四种言说，这是种子位，这是言说的种子位，言说随眠啊，种子位由四种言说而起言说，那个就是现行位了，言说随觉了。于无意中增意为有，遍计所知出来了，于无意中就增意为有。所以为什么你会前面诸意现前，那个诸意现前都是增益的，于无意中增益而有。这个我们在解深密经你一定要背得很熟，解深密经里头不是讲过很多次吗？有没有？我们也是见以闻以，不是做如是念持所得者决定实有吗？你那个决定实有是怎么来的？你那个决定实有怎么来的？后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我们不是见以闻以，我们就会起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那个嘛，我们不晓得你看到的都已经是眼睛是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只看得到青黄赤白啊，那个叫实色，眼睛只看到青黄赤白，那个叫实色。可是你一看你就觉得看到什么了，你看到什么了？那个是什么？第六意识分别已经起来了，而且你还要墙壁，一看到墙壁没办法，这太坚固了，这个影像太坚固了，都已经名言都已经安立了，本来应该无相的，可是我们就一看就已经是取相施舍名言，
一他起，但一他起，因缘果建立的，应该是无相。那我当然无相嘛，他刹那不住，怎么会有相？我们为什么会一看就墙壁，连名言都安立好了？为什么？懂不懂？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一看于一他起，就是要取相。怎样施设迷眼？怎么施设迷眼？刚才讲的由见之作，由熏其语，由四种言说而起言说，从言说随眠，就是种子未到现行位了，言说随觉起迷眼，种子起现行了，于无意中就增益为有。这个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一切因缘果建立哈，这个是无相法上面增益了，遍计所知就是这样增益的。前面那一段叫做原名为净，叫原名为净，在修止观的时候啊，好重要、哦。原名为净，就是在修四巡四观的时候非常重要。原名为净了，增益为有了。增益为有就是我们的那些名言种子起现行了，然后起了现行，起了现行，这个就色大乘论里头说得很清楚了，一切杂染贫乏的现行，这个就叫一切杂染贫乏的现行。一切杂染贫乏的现行又在熏种子，又在熏迷眼种子，迷眼种子以后又在欲缘起现行，就是这样辗转辗转辗转。也就是说这个遍计所执啊，迷眼种子所起的现行，在后后时会有一他起，然后一他起上又在增益遍计所执，遍计所执又会增，它又会哦，这个上面哦，它也会在这个上面哦，哈，由遍计所执哦，刚才讲的原名为净那个过程，又变成了一他起，一他起上面又在增益遍计所执，辗转辗转辗转。解深密经，解深密经，解深密经。这个哈，先从色下手。眼见色，从这个下手，眼见色，耳闻声，也就是从五根对五尘，五根是十法，五尘也是十法，从这个下手，从这个下手，知道吗？色法下手啦，可是色法有十一个啊，对不对？五根五尘十个，这十个是十法，从这个下手，还有第十一个叫做法处所摄色，对不对？不是从这里下手，你根触对尘以后才会有法处所摄色啊，遍计所知。所以你的警觉心哈、哦，要警觉在根触对尘的时候就生警觉，把作意放在前面。修止观要这样子啊，不是你修止观的时候还像一个颠倒凡夫，无闻无闻，你那个还是一个无闻的凡夫，没有听闻过佛法的颠倒凡夫一样，不是那样子啊。你要知道从哪边下手，我根处对尘，五根对五尘，我就要生警觉心。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变成作意放在前面，作意处受想思，变成这样，你的五变形会改变成作意处受想思。好多同学已经跟不上了，你们的样子告诉我已经跟不上了，那我要怎么办呢？从色下手，破所取嘛，所以从色下手，好不好？好不好？怎么从色下手？一定要从色下手啦！你一见到色哈，这在家里修，你见到的时候，境界上就是考试了。你在家里头修，在家里头一天到晚修啊，我们怎么从色下手啊？当观色无常，这是第一正见，也就是要用息空观，无常是。息空观知道吗？当观色无常，色啊，刹那不住，刹那不住的无常，刹那不住，刹那不住，根本不可能有相，所以你见到的相一定是合相，叫一合相，你见到就是一个合相，所以我们用息空观嘛。哎呀，这解深密经，这金刚经呢、啊，一定是一合相。那假如你金刚经学得好，你就知道佛说的嘛，一合相要把它碎为微尘嘛，你就不会执着在相上，你就不会被相所系缚嘛，对吧？对不对？你说怎么碎为微尘？看你着什么嘛。
假如你是左女生，哎呀，尤其到了夏天，那种前漏后漏的，那怎么办啊？你把它碎成细胞嘛，碎为微尘嘛。以人来说，微尘是什么？不就是细胞吗？你看它就是一堆细胞，呜，就是那个聚沫哈，泡泡啊，泡泡，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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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你还会那个？你对于一堆泡泡会有欲火啊？会吗？啊，应该不会吧？你没那么厉害吧？你只有对一合相会有那个欲生起来，是不是这样？对一合相，哎呦，那个女生露了大片的皮肤啊，夏天嘛，很热嘛，你看那个皮肤又迷迷白扑扑，怎么念呢？是不是这样？然后又凹凸有致，是不是这样？什么什么的都那是你想出来的啦，那其实就是一堆细胞，就是皮肤包着一堆细胞嘛，那皮肤也是一堆细胞嘛，皮肤也是细胞组织，你知道吧？你应该知道吧？就什么都是一堆细胞嘛，你哎呀，拜托你啊，你佛法不好，你的普通的常识好一点好不好？它就是一堆细胞嘛，用一堆呀、啊。用那个皮肤这样包着，就骗了你了，就骗了你的眼睛了，让你的心生起欲火。你为什么要被他骗？你为什么不有出息一点？说我不被你所骗，我把皮肤去掉，我看到的一定是血肉模糊。你不吐出来就算好的了，你还会生起欲火，那五颗灵了，好吗？要不然你修白骨观也可以嘛，就是一个白骨在那里嘛，是吧？要不然你修 X 光眼嘛。像那个 X 光照 X 光眼这么多办法可以用，你为什么要着在那个一合相上？佛说一合相是怎样？不可说。可见的，我们着在一合相上面只是取相安立名言嘛，它的实相是不可说嘛，不是名言嘛，不是名言嘛。名言是你已经取相了，你在相上安立名言才有的，否则根本没有刹那不住的无常法，怎么会有名言呢？你要在哪一个相上施设名言？你一施设名言，它就已经不是了嘛，对不对？你听得懂吗？它就过去了。你施设的名言是已经过去法，不存在的法嘛，听得懂吧？哎呀，听得懂对不对？教室里头听得懂，一到外面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可见得你们极不熟啊，记着不见我法，不见所有一切，它就是两个事情，一个因果，一个二取。因果是事情的事，就是一他起了。二取呢，二取是迷言的分别，就是遍计所知，就这样，只有这样子。你就承认它就是这样嘛。假如你知道，你知道就是这样，你在那个因果的一他起上面，你不要执那个遍计所执是实有嘛，你用它而不执它，你用名言不要执名言嘛，那就是圆成实相了。只要在一他起相上面，你不执遍计所执相执，那就是圆成实了嘛。好，所以一定要从索取下手，索取啊，破索取。就是说的菩萨于定位观影为自心，意象尽灭除神观为自想，啊、哦，你就会从所取到能取了，从色下手，色不异空，色，从色下手，这个我们叫做舍用。那个色是什么？是相，是用，把它还归到它的体性上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反显了。它的体性是什么？它的体性是空。你看到的色只是相用，明白吗？既然你看到的相，好，就是它因果啊，它在它因果上面施设的迷言嘛，是有用有相，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就反显它的体性是空，它的体性是空，才能够依着因缘和依着因缘。和成熟显现了因果，然后再施设名言，对不对？
所以要摄用去归体嘛。反过来，归体，那个体啊，体性一定是能够起相用的，否则那个体变断灭。听得懂吗？所以在有体起用嘛，空也不异色，空。空，你不要把空，你的观念里头要先去掉，空不是没有，你一定要先建立这个思维纪律，你的观念里头一定要去掉你这些错误的，以前错误的，空就是没有啊，无也是没有啊，这些你以前自己的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全部都要打掉，打掉，完全重新建立解释，明白吗？在佛法里头，空只是说自性空而已，一定是在法上面说它自性空。假如它根本没有相用，它根本不会生法，它就是断灭的，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自性空。听得懂听不懂？我们是在因缘所生法上面说自性空，那因缘所生法是它的相用，它的体性是什么？我们说空。听得懂听不懂？假如你现在所说的空，它不会起用，就是有相用，它不会生起相用，它没有相用，那个就不是我们所说的空。听得懂吧？在舍用归体以后，由体起用，所以破掉，再破掉，先破所取，再破掉能取，能取再破掉能取了。然后最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是即是，就是他前面在讲哈，色不异空，空也不异色，就我们通常在胡说乱讲，嘴巴很会讲的不一不异啦，空和色当然不一样啊，空和色假如一样，我们就不会分开空和色了，它当然不一样嘛，它不一嘛，但是现在又跟你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它又不异了。所以就是说，其实它就是一件事情，一个诸法的实相。当有因缘的时候，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会有怎样？会有相用，就是色。但是它就是因缘和合来的，它的自性，那个只是它所起的因缘的相，因缘的用而已，不是由你所说的那一法的自性存在。所以我们说空，自性空，比如桌子，现在就桌子好了，桌子是什么？就是相用嘛，因缘所生法嘛，显现了而已嘛，有没有？并不是由你所说的空桌子这一法，桌子已经明言案例了啦，没有你明言所称的，明言所安立的，所称的那一法的自性存在，并不是真的本来就有桌子的存在，桌子只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我们说自性空，明白没有？所以看你从哪一面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叫体用不二。我并没有期待你现在就听得懂，你现在听得懂，你回去也是一样，我告诉你也一样，不过你至少要知道，你不要自己胡说八道啦，你用我们就是用唯识的修法哈，这加行位的修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不是自己胡思乱想。最重要在这边，破所取，破能取，明二取，就知道本来空寂。好，在下面就重点是在那个哈出体用。那在下面呢？下面不是落落等一长段，有没有？到这边是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先把度一切苦厄不要管，因为那是果，那是果，啊。色不异，色立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是这样子修。再接下来，色立子，是诸法空相，从这边开始一大段落落等啊，一直到那边以无所得故，这一大段里头在修空三昧，或者说三三昧，或者说般若波罗蜜，这一段就是般若波罗蜜。第一个，空，
你看都是相哦，我们现在能够修的都是相哦，不是你自证的哟，所以叫做相，空相、无相、相无作相，都在讲相哦，一言的嘛，所以叫做相嘛。第一个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下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诸法空相。记着刚才讲过，这里所说诸法空相的空，不是空有关带的空，是超越空有的空。记着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这个，不是无跟有关带的无，而是超越无跟有，超越了无跟有那个无。你说毕竟空也好，你说无所有也好，都是不是关带法，它不是关带，它不是关带，两边关带之法，它不是的，听得懂吗？你不要把这个四诸法空相的空，好，你自己想，哎呀，空，因为不是有，所以是空，那你那个是关带的。所以这边我写出来就是要告诉你，它不是关带的空，它非实有，它也非全无，它非实有，不是实有。会跟你讲不是实有，一定是有什么东西，然后才告诉你它不是实有。假如它根本就这边是一个绝对的空，那根本不会跟你讲它非实有，因为本来就空嘛，你看到就是空嘛，你看到的空是设法的空啦。你现在这个教室里头很多空嘛，对吧？这都叫设法的空，明白吗？你根本不会说它非实有，因为本来你看的就是空嘛。所以当你说非实有的时候，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懂不懂？你才会说它非实有。但是有什么东西，那个有什么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有什么东西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讲的事变。所以一定是有什么东西，绝对不是那种绝对的空啊，那个就断灭了。一定是有什么东西上面，你才会说有什么东西嘛，所以不是全无嘛，你才会说非实有。我们在说非实有的时候，你看前面那个，我们说非实有的时候，是不是有诸意现前，然后说非实有，对吧？否则没有意义了，没有就是没有，你说什么非实有，它就没有，你说什么非实有，懂吗？就是因为你觉得有，你看到有诸意现前，它不是实有，才要用这么辛苦的佛出世来告诉你，它不是实有，你不要上当，你不要受骗，它不是实有，一定是有嘛，佛才会跟你说它不是实有嘛。我们在讲一切法空的时候，一定是在一切法上面说它是空，就是非是实有，对不对？你的这只是很简单的逻辑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哦，很简单的逻辑。当你说一切法空的时候，一定是建立在一切法上面说一切法是空，就是不是实有，对不对啊？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所以你绝对不要那种，哎呀，你绝对不要那种分别两边的，在有无上面，或者是空有两边上面说空说有，不是那种观带的讲法哦。所以叫你离开分别，分别都是戏论。你真的能够知道离开分别，分别都是戏论，哇，这就是不是你证到了，但是你理解了无分别智，这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不是没有分别。无分别是不分别两边，叫无分别。假如你不懂的话，你要无分别，为什么我们学佛只是为了要学一个无分别？那你说，哎呦，我老妈现在失智的状况，她就是无分别啊，她需要学啊，啊，很多人哦，就算不是老年痴呆症，很多人为了什么，因为什么事情他就失忆了，有没有？有没有？他也无分别啊，难道你学佛那么辛苦是为了像这样失忆或者失智吗？你神经病啊。或者像无情物石头，他无分别啊，石头他无分别啊，
很多你知道很多是动物啊，是有情哈、啊，它接近无分别。你知道鱼啊，这个都是真的，这是科学讲的，实验出来的。很多的动物，比如说像鱼好了，那大海里头的动物，像鱼，它的记忆，它有记忆哦，它的记忆只有七秒钟。它也很像无分别啊。那有的人得了失忆症以后，他的记忆只有十分钟，他也很像无分别啊，对不对？你刚刚十分钟以前他在问你是谁，你跟他说我是你女儿啊，哇，你好不好啊？才很那个，好像恢复了，像以前一样，妈妈认得我了。才十分钟过了以后，他又开始问，哎，你是谁啊？你好好哦。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你是谁呀、啊？你又要跟他从头开始。我是你女儿啊，我来看你呀、啊，什么什么的，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又要开始重新建立你们母女的关系。你可千万不能那个时候说，你怎么搞的嘛？十分钟以前才告诉你我是你女儿，你就不能这样啊？你说有没有这种事？多得很，一堆。我说十分钟还算是好的了，有的连十分钟都没有。所以假如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所说的阿赖耶识是什么？是业力的大海，其实也就是记忆的大海。我们太多东西是记不得的，所以叫浩浩三藏不可穷，是记不得的。你不要以为记不得就没事，有事。因为你虽然记不得，但是已经变成你随着根深就会有的，随着根深身体的记忆，那个叫做业力所成。你知道会这样子多可怕，你知道吗？随着你得到这个根深啊，根深，你就会有，一些已经就记忆在你的身体里。你只要得到根深，它就会存在，不需要慢慢教、慢慢学，很多都是这样啊。饿了你就会吃东西啊，这个需要教吗？不会啊，这个是身体的记忆啊，对不对？你会要呼吸啊，这身体的记忆啊，你知道吗？这个不需要学，不需要什么名言种子起现行，都不需要。慢慢慢慢，我们老了又会回到这种状况。所以你不要以为老了就无分别了，不是。老了，慢慢名言种子功能越来越差。哦，名言种子越来越差的时候，你知道业种子跟我爱种子就在准备了，准备。到了你临终的时候，名利心到昏昧心，名言种子几乎不起现行了，对吧？到闷觉，名言种子完全断，不起现行。名言种子不起现行，所以我们平常看到什么马上名言种子起现行的那种名利心没有了，你知道吧？临终的时候没有了，这个时候只剩下你的业力跟你的我爱嘛，对不对？所以才会说临终的时候啊，临终最重要，那个临终最重要哈，是你的业力衍生，也是你的我爱，会去找一个后有爱，就这个身体这一期的果报身啊，受尽了，就是死啦，受尽死啦，你会长久以来的习气，那个业力啊，长久以来的习气会去找一个后有爱。后有爱，你会找一个后有爱，所以这个时候我爱种子就是这个后有爱，他最强大。可是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找有缘的父母，也就是那个事情，淫欲。父母的那个男根女根呐、啊，男根女根交合的时候，哇，那种强大的业力让你控制不住，你无法控制自己。你无法控制自己，那个很强大的业力，你知道，那就是无明心，因为你颠倒嘛，所以叫无明嘛，一颠倒就入胎了。你听得懂吗？
为什么我们的口诀是我爱一起就入中阴，一颠倒就住胎，就是这样嘛。你那个时候那个强大的那个业力哈，就是淫欲的那个业力，累生累劫都是做这种事嘛。那个强大的业力是非常非常你克制不了的，那个无明行就进去了。四名色六入触受，这样。四名色六入触受，你早就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慢慢在四名色六入触受，现在就现行了，现行了，现行了。我都觉得这些事情哦，于谦师尊讲得那么清楚，那么明白，哇！可是我们生生世世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好不容易现在学佛了，好不容易哦，现在学佛，搞得这么清楚了，你还要这样吗？那就随便你了。你还要这样吗？在临终的时候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由着业力牵引，就这样无明行就进去，叫做投胎。你还要这样吗？你还要这样？你绝对不能够让自己从名利心到昏昧到闷绝嘛。你从名利心到昏昧心到闷绝，一定是这样了。所以你唯一的指望啊，希望啊，你现在学佛了，就是在名利心的时候嘛，对吧？就往生了嘛，所以我们才说活着往生，不是死了往生嘛。死了以后绝对是巡业，巡业，巡业去了，就是随业牵引，绝对是只有这一条路。你往生一定是在名利心的时候，信愿行的，一定是。现在有没有很搞得清楚啊？什么都这么清楚明白，假如什么都这么清楚明白，你应该一方面很庆幸自己终于知道了，终于啊，真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然后终于你现在听到了，我今见闻，你应该很现在听到了，你应该一方面觉得好幸运听到了，一方面觉得好着急，我怎么这么晚才听到啊，是吧？我怎么这么晚顶着一头白发、啊、所以你要很怎样哈、啊、你要赶快嘛，你要找一个最有效的修的方法嘛。换句话说，你要有一个 priority， 对吧？知道怎么修的 priority 啊，而不是一天到晚觉得嗯这个法不错，很好听，我法喜充满，我就从礼拜一听到礼拜天啊，早上听法相中，下午听辅弘记，然后又再开始什么什么。你不管听礼拜天的早上的法相中也好，那个让你一个礼拜都忙不完，或者你听下午的辅弘记也好，也是让你一个礼拜都忙不完，你还可以两个一起听，你真的很了不起，真的，你真的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唯识止观，你在家里都已经修不来，你还想搞天台的三观，空假中三观啊，空假中三观都没什么了不起，见次三观没什么了不起，你还要摩诃止观的一心三观。哇，我拜给你，你太了不起了，你真的太了不起了，你跟我不一样。我是见，我的基是见基，你刚才记不记得啊？我的根就是普通，那老师讲的，然后我的基就是见，那老师讲的。那你呢？你是六祖慧能大师，你是六祖慧能大师，你可以一心三观什么的，自己问问自己嘛，自己问问自己嘛，你真的知道吗？嗯，你不管修般若也好，你修天台也好，你修我们瑜伽也好，我跟你讲，重点都是假。
然后般若有般若的假，名假法假受假。可是你在哪里搞得清楚这个三假？还不是为是？天台也是讲三假，因尘假、相续假、相待假。你在哪里搞得清楚这三假？还不是一样为是才搞得清楚，对吧？所以，假如我问你因尘假，那是比较容易了，因缘所生法。可是我假如问你相续假，怎么相续？怎么相续？假如你不知道阿赖耶是缘起，那个缘起八义的相续，那个就是相续，阿赖耶识的相续。你怎么说这个相续？怎么相续？你就只嘴巴说一个念念相续，怎么念念相续？念是什么？不是跟你讲了两句话就把你打回原形吗？自己在那边就是嘴巴会讲而已啊，是吧？贪多嚼不烂了，嚼不烂了。你东学一点，西学一点，好，时间就这么有限。你跟任何人都一样，一天24个小时啊。而且你现在这么大把年纪了，就算你可以活到80岁，90岁好了，还有多少时间你算都算得出来？就这样浪费，就这样浪费吗？你不是应该把它集中在一起，把你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一起，然后才能够卯起劲来，对不对？就这样子，一个门一直到，一个门进去哦，一个门进去哦，就到那个里头。那个里头是什么？诸法实相。你从一个门进去到诸法实相。这个就是我们大乘所说的嘛，归元无二路嘛，方便有多门。祖师大德都祖师大德都已经说了，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你以为你比祖师大德厉害啊？我们这个基金会哈，你说它功德大，真的是好大。可是这个平台让很多人真的掉到这个陷阱里头出不来。就是喜欢听闻，因为这个平台就放在这里啊，太方便了。可是都没有修，都没有修这平台。好，是诸法空相哈，最主要还是回到那个为什么诸义现前而非是有呢？这个空啊，是超越空和有两边的空啊。这个后面你都会看得懂，很简单了，只要前面看得懂。第一个无为性，你诸法的实相是什么？那个究竟的实相，圣意的圣意是无为，是无为。所以我们说不生嘛，无为嘛，所以不生，不生当然无灭嘛，所以就离掉生灭的妄想，妄想。你假如你没有离掉生灭的妄想，接着就会有后面构境的分别、增减的执着，就都有了。好，再来，这容易了啦。你不是从那个一切诸法皆无自性，那个是不了义啊，那个讲的是圣意空，可是它圣意的圣意，可是它是不了义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那不了义的。你不是不能从那里下手，从哪里下手？从五蕴的色下手，知道吧？不是由你所说的那一法，那个色法的生啊，不是啊，不是啊，那个是名言安利的。那名言安利的，名言安利的，那个只是名言安利的，没有你名言所称说的那一法生。为什么？当你安利生这个相的时候，不要忘了生是假法哦，是纯粹的抽象概念。当你安利这个生的时候，它已经水转了吗？不是就变异了吗？它不是就水转了，刹那不住吗？所以你怎么安利？你安利的都不是它嘛。这个叫名不称体啊，名不称体。这个也是修四巡四观的时候修的，根本都名不称体嘛。所以根本没有你所说的那一法生，既然没有生，所以就没有灭嘛，就很简单了嘛。是要这样下手，知道吧？从色法下手，而不是从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这里没有办法下手，这是不了义。不了义不是他不了义哦，佛说的法怎么会不了义？是你不了义，
你闻法的人不了义，知道吗？好，假如你有生灭的妄想，就会有垢净的分别嘛，就会有增减的执着嘛，这不要讲了、啊。好，第二个无相的相，是故空中怎样？底下就是无三科、无十二缘起、无四谛，对不对？你都会背，对不对？是故空舍利子是诸法空相，那个都下来。是故空中无。无什么？无色、无受想行识，这是无五蕴。然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没有十，这是没有什么十个，十二个触，我们叫触啊，蕴触界，没有十二触。然后下面无什么？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哦，我的老天，好快哦，一下子就十八界也没有。好，这个地方要小心，无。也没有，没有欲，没有触，没有界，也没有。可是你的没有，绝对不要用你自己一向习惯想，它就没有，不是，它一定是有。注意现前，非是实有，那个也没有，无的意思没有，那个没有是说不是实有，但是有境界现前，所以它不是全无。我们把它不是实有。但是有境界现前，叫做如幻有，或者假有，如幻有，或者假有，或者宛然有。你千万要记着，空啊、无啊，都不是没有，记着吧。你一定要记着吧。你假如这个不记得，完了，我告诉你，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心经》。所以《心经》你一定要记得，他在讲无无无无。无的时候都是在讲有诸意现前，但是不是实有。为什么？为什么有诸意现前而不是实有，而非实有？这样听得懂吗？你一定要记着这个，它非是实有，它都是在解释它为什么非是实有而有诸意现前。那个诸意现前就是事变来的，因缘变、分别变，知道吗？它不是实有，它是怎么来的？事所变，依事所变。依事所变，这样子你就两边都知道嘛。在讲非是实有，那为什么有诸意现前？依事所变嘛，哦，事变的因缘有，分别有，它非是实有，一定要记着。所以你不见我，不见法，见什么？见因果，见二趣。好，这就讲完了。 无三科，无十二缘起，无四谛。无十二缘起，它是生灭和幻灭，讲两遍哦。好，这个都是什么？都是种子成就、现行成就，有形，但是没有我，没有法，有形，唯形而已，唯形无我，唯形。所有这一切都是种子成就、现行成就，这个就是种子成就、现行成就，就是形相续。或者说事相续，好，接到最后这个无作相，无智亦无德，无智亦无德，知所取非有，还是刚刚那个菩萨于定位观影为是心，意相尽灭除审观为自想，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次能取亦无后处无所得，到这边了，能取所取两个具名了，处无所得。同学，你后面这个想不懂啊，不熟啊，都没有关系，你要卯起劲来，把你所有的时间精力集中在破所取，只破这个就好，就是你非常熟到一看决定圣解，就一看你就立刻色是假，你就立刻这样子，你立刻就是否定掉它，它非实，不管你用什么名词没有关系，反正一看到色你就快到立刻就非实否定它。我跟你们讲过，我用的是阿拉巴羌那。触到任何境界，我都阿拉巴羌那。文殊咒哈，阿的意思就是无声。
我是从后面开始，阿拉巴恰那，最后那个那，否定他，他非实，这样子，非实，非实，所以你就不要再继续的，心里头有什么期待，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所求嘛？这个世间根本非实，你期待什么？你求什么？你求什么？就无所求嘛。这个就是无所求，无所求哈、哦，这个就是无所求，其实就已经度一切苦厄了，没那么厉害而已。无所求，这就低一滴了，对，低一滴了。然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根本没有相嘛，相你都已经明白了嘛，相就是四变嘛。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相？因为根本无生嘛，无生嘛。所以是从阿拉巴恰那后面到前面，听得懂的举手。嗯，那你在了解的时候哈，从理到事是要从阿开始，无声开始，从这个无声无灭无声开始，阿拉巴恰那。你要所有这些东西先熟哈，你才能够把所有这些汇总，就是总持到阿拉巴恰那，不是只学阿拉巴恰那就好，没有用的，没有用的。然后到越来越心力弱的时候，你连阿拉巴恰那都不要，你就入到阿字门就好了。阿，只念阿。每次你阿的时候，因为你力量不够哈，也许你连阿弥陀佛四个字的力量都没有。但是只要你有一个阿，你就有弥陀佛。只要有阿，就是阿弥陀佛。到这样临终哎。你根本不知道你临终是怎么情况，但是至少你可以已经全部总持到一个阿，就无生意。要到这样呢，越来越简单，简单，简单，简到简单到最后，嘿，这样子。你说到临终啊，你都还说，哎呀，我做一下七字做法，修止观，不是不是，你不是自己在讲笑话？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一个笑话？哦，不是这样子，到临终只能总持了，只能总持。好，都结束了，好，结束了。结以无所得故，这是结以无所得故，这个就是诸法实相，一切法如，又回到本来空寂，从本来空寂开始的，本来空寂开始的。照见五蕴皆空，本来空寂开始的，然后中间修修，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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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法明明诸意现前呢？原来是四变，然后又回到以无所得故，这个是本来空寂，看到没有？从本来空寂回到本来空寂，这就是诸法实相，也就是一切法如，这整个的整个的那个思维哈，在礼拜天法相中。就是刚刚过去的礼拜天，哪个礼拜？就前几天啊，那个礼拜天哈、啊，你们有注意吗？窥基法师的法院译林章，他的法院译林章哈、啊，在唯识那一章里头，唯识那一篇里头哈、啊，老师不是有写吗？啊，他就写这个嘛，设法一切的法哈、啊，归入无为之主，也就是一切法皆如。设法归到有为，假如是有为法呢，有为之主，那就是诸法唯有是。那怎么样设法归简则，就是简则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修，那个简则就你的修法要怎么修，设法归简则之主，就一切皆般若，看到没有？是不是完全一样啊、哦，好，都讲完了啊、哦！我最后讲，老师也是在礼拜天法相中的课，好像是在前一个礼拜，他不是讲了鲁冰花吗？然后鲁冰花，老师早上讲完以后，听说下午那个群组里头就疯传鲁冰花的照片跟鲁冰花那一条歌。这有人家告诉我的，拿给我看。老师，你看这鲁冰花，哎，你有没有看过？啊、哦、啊，鲁冰花哥，你问问。
哇，我的老天爷啊，这就是你们听老师讲鲁冰花的故事你们所得到的印象。你们那天上课听鲁冰花的故事，你们就是学到这个，学到鲁冰花有黄的有紫的，有没有相片，然后鲁冰花那个歌怎么唱，你们就是学到这个吗？我跟你讲，老师真的是很，他我不知道他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耐性，那么慈悲。假如是我，早就开骂了，你们这种学生不要了，你知道吗？礼拜天上完课，然后礼拜天下午就这样疯传哦，就有人告诉我说，老师讲的鲁冰花的故事。然后礼拜一我有机会哦见到老师，我就跟老师说，哦，我真的心痛的难过，真的没骗你，痛难过。为什么一个那么好的鲁冰花的故事，给群组的同学变成是在疯传鲁冰花的照片、鲁冰花的歌？我说我看到，我说我不是看到那个照片，那个很，我不是，我说我在听你说鲁冰花的故事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老师在说三三昧，空无相无作。你们有上课的人有吗？老师在讲鲁冰花的故事的时候，你们有想到这个的举手。老师其实是在讲一个空无相无作，有吗？为什么？老师不是说吗？哈，现在真的要讲鲁冰花的故事了啦。鲁冰花那个不起眼的那个植物啊，它就是撒在那个茶树里头啊，对吧？对吧？它就撒在茶树里头，其实它自生自灭的耶，它就在那个茶树里头。然后当鲁冰花结束它一生的时候，鲁冰花提供给了茶树很稀有的宝贵的微量元素，就是一种养分啊，茶树所需要的养分啊。所以大家说啊，这个鲁冰花哈，这鲁冰花这很有贡献，它跟茶树真的绝配了，它很有贡献。鲁冰花，所以种茶的茶农啊，就都会觉得，哎呀，鲁冰花是一个好东西，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假如鲁冰花会讲话，你去问他，你去问鲁冰花，哎呀，大家都在赞美你呀，啊，什么什么啊，你这就这样撒下去就好啦，这个开花又很漂亮啊，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你自己生长了以后又自动的你就做肥料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大家都称赞你啊，什么什么的。假如你去问鲁冰花，大家都称赞你啊，你说鲁冰花会怎样？他会很高兴吗？他会洋洋得意吗？他会怎样？他会怎样？他会说关我什么事啊？对吧？关我什么事啊？我自生我自灭，我该生的时候生，我该长的时候长，我该消灭的时候我就消灭了，我只是过完了我的一生而已啊，只是这样而已啊。这个就是三三昧，空无相无作，就是这样一个这么好的美丽的故事啊，可以让你从这么简单的，不会很困难，你就想得通的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鲁冰花这个故事，你就可以明白这么艰深的道理，空无相无作。结果你把它搞成那个图片传来传去，那个歌传来传去，哎呦我的天哪，你知道你真的很糟蹋老师吗？我心里很痛。为什么那么不会听呢？能够听到像老师这样那么深的道理，这么浅的说出来，哇，那真的不少，这是几辈子的福报啦。而我们还不会听呢，不会听，就是不善听了。你不善听了，那当然不善学嘛，好不好？
以后不管听老师说什么故事，我跟你讲，你只有一条路啦，不会错的一条路，就是往法上会。那你说往什么法上会？那么多法呀，你至少要往四圣地法上面会。他是在讲苦，在讲集，还是在讲灭，在讲道？你要往法上会，知道吗？往四地上面会，或者往十二缘起上面会，或者往五蕴的极灭未幻离上面会，这都是道地哦，道地哦。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或者往无常、苦、空、无我上面会，你都是要往道上会，而不是去找那个图，这个什么鲁冰花的图、鲁冰花的歌啊，真的。我说鲁冰花的歌哈，其实啊，不管他唱多少哈，里头反复最多的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一句嘛，那个什么，夜夜想起，哎呀，怎么？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是不是这样？你知道这一句话哈，只讲这一句，夜夜就是长夜漫漫，往道上会啦。夜夜不是长夜漫漫吗？你每次看到那个《解深密经》上有那么多，他只要讲到夜或者暗，同样的意思嘛，长夜漫漫嘛。你在长夜里头慢慢就轮回嘛，没有出奇嘛。夜夜想起妈妈的话，在佛经里头，妈妈就是般若波罗蜜，学过吧？你为什么在长夜漫漫这个轮回里头想不出来、想不起来佛说的般若波罗蜜吗？嗯，一切法空，但是有诸意现前。为什么想不起来呢？本来空寂啊，本来空寂，但是有念念相续。所以怪不得你轮回啊，对吧？闪闪的泪光，闪闪的泪光。想想我以前浪费一生一世，一生一世，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呢？闪闪的泪光。而现在，现在好不容易哦，学佛了，听到这个甚深微妙之法，你还要这样子啊，晃来晃去，这边听一听，那边听一听，你还要吗？你还要吗？这也是一样，闪闪的泪光嘛，是不是？很快的，我告诉你，越老时间过得越快，还真的是气死人了。为什么不停下来，让我们好好的学一学？哦，现在要下课了。时间过得很快的，真的也是一样，想到这样就闪闪的泪光，这样知道了吗？往道上会，往道上会，你不管听到什么，往道上会，啊，好。最大德，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